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灯笼果突破材质明朝 1.2 折枝养成一条龙速刷突破材质青云套灯笼果。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虎口山脉的就是中枢信标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往前，然后前方我们往前走，然后打开我们的就是风之翼，然后我们往下看，开我们的贪之模块，然后往下看，这里有两朵在这个藤蔓上，然后我们给它拾取啊，我的F 了，然后我们拾取完之后我们跳下来，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我们往前走到前方这个悬崖，就有一棵树，内侧手也没有这棵树，我们走到这棵树的地方，走到树的地方之后，然后我们往下跳，我们直接跳起来，然后别摔死了，跳下来之后我们回头，在我们的是北方向小地图上方后方就是一个，然后接着我们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往前走，然后来到前方之后我们跳下来之后我们再回头，在这个山洞里面我们开一下探知模块，一直往里走，看我们的探知模块在这个最里面又是两朵，那么给这两个拿了之后，我们打开小地图，再次传送回左侧的湖，而且是中枢信标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我往前，然后在这个前方，右前方有一堆红色的树，我们可以先开一下探知模块，在这个红色的树旁边，又是一个。拿完之后，我们前方楼梯，我们来到前方楼梯这里，然后再一个，在我们的左前方有一堆罐子，我们来到罐子这里，来到罐子这一层之后，我们一直往前走，然后我们跳跳，然后我们打开探知模块，在前方的一些废铁的地方又是一个。拿完之后，然后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地图右下角，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然后前方有一个大圆柱，我们从左侧绕一下，从左侧绕，然后一直往前走，然后来到前方尽头之后，我们往前跳，跳下来之后，我们直接跳下来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这里有一个洞，我们进洞，来到洞口之后，我开感知模块，在我们的左前方能够看到一朵，我们拿完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就是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朝这个方向来到对面这个铁的这里，有一堆废铁。来到废铁这里之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这里又是一朵，然后我们走上前方的楼梯，来到楼梯之后我们往前走，这里有一个怪，来到怪的地方之后我们往左看，左侧墙壁上又是一朵，拿完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对面的墙壁上也有一朵，那我们把这朵也拿掉，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虎口矿场下方的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这是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我们往前，然后我们跳下悬崖，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滑翔伞，然后我们往下看，下方有两朵，哎呦哇，小心不要掉下去啊，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探知模块，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这个墙上有两朵，拿完之后，然后在我们的这是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朝这个方向往前，打开探知模块，前方又能看到一朵，然后接着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我们往前，我们爬上一层，然后前方我们再爬一层，好，我们再爬一层，打开我们的探知模块，在我们的前方就是两朵，拿完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就是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从这个地方我们往前走，然后一直往前走，然后在前方我们能够我们来到悬崖边上之后，我们往下看，这里有一个塔吊，我们来到塔吊的地方，好，我们来到塔吊这里，来到塔吊这里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就是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我们可以开一下探知模块，然后这里又是一朵，拿完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就是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往前来到前方这一个铁块，这个铁柱子这里，空切的铁柱子这里，只是铁框架，
我们来到这里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提督上方，我们抬头在这个悬崖上是一朵，我们爬上去把它拿下来。好，拿下来之后我们再跳下来，跳下来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提督右方，我们抬头，这里有一个大门，我从这个门里走进来，走进来之后前方我们就能够看到一朵，然后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然后来到前方有一个，前方有一堆蓝草，我们能够看到蓝草，来到蓝草这里之后我们往左看，这里又是一朵，拿完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就是东方向小地图右方，我们往前往前，还有一堆蓝草，我们再来到前方蓝草的地方，然后这里又是一朵，看一下左侧的墙壁，拿完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打开我们的探知模块，在前方火车头这里啊，又是一朵，然后接着在我们的右侧我们上楼梯。好，我们上楼梯上来之后，在前方我们就能够看到一朵，我开一下探知模块，拿完之后这个前方的小破门我们走出来，走出来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就是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这里又是一朵，然后接着东南方向小地图右下角，我们往前走，开我们的探知模块，在我们的左前方又能够看到一朵，然后我们把这一朵也拿下来，拿完之后，然后我们右侧，我们进右侧这个山洞，然后我们走出来，走到门口之后，然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这里又是一朵，然后接着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地图右下角，在这个河的对岸又是一朵。拿完之后我们接着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然后一直往前走，然后前方有一个，在我们的左前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向下的楼梯啊，这个向下的坡，我们下坡，我们来到下坡之后，前方有一堆轮胎，我们来到轮胎这里，然后轮胎这个路口这里，接着在我们的回头北方向小地图上方，这里又有一朵，